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台飞》，我是吴思怡。乡亲听众有听过 Q 三线复查路第三米亚片，一定有名哦。亚个 Q 三线复查路呢，其实经过的三个总头，由新兴村、吴天平村、韩国金明业、全民台飞来到的李五潭村。李五潭村亚到尾。也亚捷铁路哦，顺风看到的亚就是绿沙船桥。先前呢，铁庙路况一定有名，安江的风景上个多容易来到亚片翕相。不过因在危险的关系，亚下风起来唔本人个话，不过行去东都乡亲，唐都见面上，当当来亚。其实亚绿沙船桥下背呢，就是林潭水库流下的水，头亚就很多景上海。喺林潭村亚片的农田呢，单单都会生几条河坝的水。其实李五潭村一片有当地的农民都会单单意思耕种来落实，提亚到尾现在慢慢开发维护的东河的资源环境、韩国生态。先前亚到尾是农村在生产期，一下一片我来推广离山创意，算来马个是离山创意哦。离山创意让我提农村风来做到呢。今天村民台飞就带大家向下来讨论。乡亲天天镜头来到节目讨论的现场，今天的村民台飞来到是李五潭村，也下呢，因来到有人讲也是李五潭村的博朗大道，不过刚真嘅博朗大道乡亲做在自家来看啊吼，也同系顺风看到系鬼太片的田桥，韩国呢推因柳阳鸦片有一条太树，因就提太树下凉凉的蔬菜，恐吓到柳阳，韩国头因背后有一座桥哦，也就是新的三线复查路，故说等下柳阳时节，可能还会有复查提下歌，真人讲。是江江江的风景哦，先同大家收集今天的来宾。台北来宾是水埔区台中分局的分局长简俊发简分局长。各位乡亲，大家好。听闻来宾是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的局长林彦富林局长。主持人还有现场还有电视前面的朋友，大家好。局长好。第三位来宾是前地球成分研究中心的主任汤小鱼汤主任。各位乡亲，大家好。第四位来宾，记住提苗栗万里提传统有关离山的东西，他是离山署环境教育中心的主任李文华李主任。各位乡亲，大家好。乡亲，你敢有唐哥李五潭村？有唐哥提花莲，有李五潭提南投，没有李五潭。不过真近的李五潭村，是提三义亚片。所以三义李五潭村是提奈韩国菜地区发展物个产业咯。先提个样片，向下来看。目标：土产线复查路客家族满上。也一般人对苗栗县三义乡的印象，其实也个观光小镇，还有一个从姊妹童年的农村，所个选择木雕街，也就会推出上线向南进行，就会到位。也特别是苗栗青南片的总头李五潭村，看那些都是强悠悠的个田桥，六十八岁的方明凤先生，当地天空春上春下，忙错，其实今年三义乡脱米汤圆比赛。第一名的地主，李五潭吼，伫遐个良田吼，迄好山好水，即李五潭水库出来个铁一个灌溉个桥吼，啊无污染个良田吼，啊所种出个米子啊最好，保证啊是个最安全。李五潭村单单都会用关系农方的耕种。现在上海北部资源生态环境含有人体的空间，近两年来开始有点农民用油山甚至是有机的方式来耕种，希望留在乡里过青春这个土地啊，供给子孙的。所以讲，我每一直秉持到木性农药，哦啊用有机皮，所以讲我无的啊，看起来要当处，树啥个无安好啦，但是按饮食都安全。用心的包装李五潭村采地生产的小米，民国八十三年，林建富转到家乡开业精米厂，唔但将同菜地小农添精米，含谷粒加豆，而且甲生产自家卖。
这个好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去跟你的一些好的朋友亲戚这些去分享？当然要是这样子做啊，以后这些客人就是你的客人，你只要顾好你的品质，下次他永远都会跟你一直跟你销售的。林塘村黑三叶国葱菜地卡某某个开发金明某也后山后续生产出的暗藏的文明做得本台家宽阔，这个同台家分享。人讲林潭村是三年古村哦，林潭村呢其实是黑体庙里咩黑人的三年青南片的总体，它呢隔着一条大安溪，就隔壁就是我们的台中市了。假顺风呢，是后里去的台湾三期鸦片。韩国呢，鸦片哦，现在有一个林潭水库，一个林潭水库，其实是伫经过的三个钟头，由台富乡大兰镇韩国的三义的林潭村，提三义鸦片林潭村要加工到鸦片农民单单都会港中来落身。假条呢，主要对意思一条金山海，金山海呢，就是一个林潭水库的水流下来，来到鸦片，故所采天农民。都会单单意思一条河巴，所以一条河巴的水种出来按怎着按河的米哦。一开始呢，我就会先来请教安尼村长，安讲到三义林潭村，刚刚讲到有这么多的大家都唔提供亚铁奈吼。不过我们这边好山好水，你要不要先跟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鲤鱼潭村到底有哪些吸引人的特色？以前安尼总统蒋经国总统哦，特别吼做安尼鲤鱼潭水库哦。鲤鱼潭水库经过来看啊，讲也替你安好安静吼，啊，所以就做水库，啊，都像个土坑块，一面水流，啊，做的灌溉本中部五县市全部用到俺鲤鱼潭的水，啊，水又清理，啊，个配合啊，因个之前也的历史位啊吼，啊，个县政府做呀观光吼，同俺鲤鱼潭的知名度也做出来，但是都卡到吼。天师台较少来，同人也鲤鱼潭村哦，讲出哩也体力动好，水嘛动强啊，做得做动到农村吼、哦，来推广诶观光个呀农产品吼、哦。那也就先来唱歌，算是文史工作者也好，也还推举个高中杨校长来上个唱歌吼。提鲤鱼潭村鸦片吼、哦，我们的历史发展渊源上面，我们跟鸦片的族群有嘛个特色的素材，也还讲我们在地的，刚刚就像村长说，有那条有时。嗯，一个八寨族啊，就个盘副局长一个族群吼，系总会个泰族，一个党泰族群，伊咪个入做清朝评论有功，就本也土做发土地本钱。北多太原市，南多太都市，东多陕西多海，一片土地全部都平地。哦，我看过一个地图，哈、哦，我去个沈阳，我看过一个地图，哈、哦。也是许多人因为汉人逐渐的多起来，佮相盘的逐渐的往一种内山发展。一开始来发展的时间，佮咪开始啲啊大田，哈、哦，佮啲像青竹要去大陆的，后尾就开始钢铁，钢铁是摇摆。跟内山那个嘅原住民，高山原住民出巢，做到佢上到当上中，当上中，仍然上到当上海，叫推进去诶神岗或者后里面上，过一两十年重新来以后，佢人基都要开始要准备，故说佢十档到冲亏，就一亏、二亏、三亏、四亏、五亏、六亏、七亏、八亏，哦，九亏、十亏，一亏呢就会烽火台，看到原住民出巢了，夹夹在边火。哦、不同的他个战略就爱抵抗啊！吼，天拜佢哋在一大田的时候，他个本党山，天拜大做到大田的时间了，吼，他个就失拍。像做田的时候，根本大合田，吼、哦，他个大细地，过田人要大合田要细地，过田人要大合田细地，他个田都细细条的，古时候都翻的田，古时候因为汉人从一定的海鲜经过来，佮相盘的因为。因内战相持，也个难点啦吼，损失当多。古在失了经验，几多办？经办个神通，经常个办，就办到鲤鱼潭乡来。来到天拜，其实做大陆个用诶，吼，做做咩样？改为开发开田，开田是因为个高山原聪明，
好、哦、就可以出草，出草时间就可以是哎，可以是用可以是地康哈，可以是用那个建议房的。古说原因个，人家条个秋山线的铁路啊哈，嘿，日本政府讲来讲哈，就说哎，高山人聪明到欢迎势力兼军统的特点哦，为了防止讲两片的一边都按都按按按闹来闹去，讲究做条铁路就甭讲，这片系内。就内山哈，一片就欢迎的出地方。古说人讲内山内山船桥，怎么内山咯？对八寨族来讲是最靠近内山的一座山，好、哦、就内山。通常人家讲，反正有山哈，总山、乌山、行山，就是原住民的地方，总结就欢迎就出的地方嘛。怎么讲内山铁路桥咯？因为最靠近内山的一座山，叫内山。多谢高总，谢谢向请求。刚刚校长说的就是我们在地这个鲤鱼潭村过去的一些发展，其实跟地方上有一个平埔族的一族八仔族有很深厚的关系。那不过现在发展到现在，台嘎出群都勇敢平哈在这里一起生活了。其实安提亚片哦，主要呢都系港中落生，台嘎都系港铁人。亚片的人口每一度差唔多1400人3000人听听。在地出群呢有加更多位。八寨族韩国有金兵的亚片泰雅族底下客家种，韩国呢移民底下在台中，韩国美丽甲接受才，故说没有一度的后路呢。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简分局长，在地从水保局的辅导的农寨社区，一直到现在，我们要推广里山倡议，其实你们怎么看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跟其他的社区有什么不同的亮点？因为我们这友善的一个耕作，有很多的生物回来了，比如说我们的田里面有鳖啦。有青蛙或者等等环境又回来了，那如果我们再更友善一点，这样的一个友善的一个经营，也许这样的环境的这个友善也会到我们的经济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更希望乡亲、啊、能够对于这个未来的农业经营跟社区的发展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用我们的智慧，就像刚刚主持人还有我们乡亲所讲的，我们除了有好山好水以外，其实我们的经济好生活都可以在这边把它做创造。OK， 好，谢谢分局长。那现在呢，我就要开放现场的农民，先从由农民我的同仁讲一下，亚特恩亚片的生产方式很用板，韩国又有那种新的生产方式提亚出现么？像雄心的发言，好，亚平雄心。亚目前啊，林潭村的哈，已经就会有80%的含黑含农油啦。啊，同时呢，阿个农民呢，就透过 N 三米乡工作，透过 N 三米乡农会，哦，来同阿豆结合，同阿豆呢，带着同阿个米厂来合作，使得阿个农民呢有开始这个事业。但是呢，这个合作唔要永久性呢，哦，啊，希望讲阿个长官呢，吼，后面有同阿个豆上个办法，讲将来阿豆安尼工作个现行，人民要参爱。转型，咱咧尤其个土面啊，还要吞时间哦。目前呢，还要解决也最难过个问题。成发的问题，啊，希望呢吼，我建议是讲，爱林潭村要安好山好水的个土面吼。啊，希望讲因个长官来同阿条重视，啊，感谢。好，多谢，太够清楚。还有向前我发表意见的冇，请卡数。喺亚比作风是啥物？睇过冇？我所以100多人都开始工作，啊，都用也无农药、无化学品哦来工作哦，工作都也有政府已经吹讲油山变油机吼，也的问题。农民做油山变油机没问题哦，因为哦问题系啊，生产多的东西政府冇。农村人民哦，无叫安尼，无啲批托方式讲啊，人家都是油山哦，油机的，哎，我人数过，啊，迄个安样，样个人安尼收，天麦就错开，错，嘿。刚刚农民有讲到，两边农民伊在内叫讲到，体压笨蛋就含起，代替农民就含用惯性农法，用惯性农法来耕种，不过提菜田呢，没有人想要好好保持菜田，按好按。
将个生态环境故事转型做友善无就有机。不过，中央独到的就是膳食的问题。今日农会的总干事没有来到现场，总干事做强调哈，我们现在提三明鸦片吼，我们稻米的一个产销模式啊，压农民独到的问题，现做的先对地方方向的同业的天数还够借鉴哦。安尼友善耕作，然后有机工作哈。目前呢，也非常来从事的抢眼哈，差不多有60人啦，啊，工作的面积啦，差不多有34公顷的，然后，但是也慢慢的增加了。但是从开始来讲哈，也销售真是较困难的哈，啊，农夫也有提下来天数卖，啊，提卖喏，用网个方式来卖喏。农夫啊，就是实体店面都会卖了哈，那我记啊，就主要其实靠网络行销，靠宅配哈。好像也是将来一种趋势啦，慢慢的做比较有信心来吼，好像也面积做得慢慢的增加啦。啊，因判嘛个，譬如讲，因三一判云凤两届，也是嘛个闹热判闹热做闹热发通时间，我们农会会有展销的一个平台嘛，也是讲有嘛个方式。有将来的也就一到各县市去办展售会啦，或是农会自己有判发通的时间哈。啊，就要跟米哦，只有搭配来展售促销这样。好啊，总干事，你抢抽。谢谢。总干事刚刚讲到，是我们农会的一个产销方式。跟俺上个抢高 Q 总，提三年有按度会发通，判的按度会发通。提上讲，我们办活动会有市集，会有摊位，我们有发出来结合同样的像个七家生产、七家卖的农民，专门晒在摊内，不要得卖，有按的起飞吗？这是很有机会的，因为鲤鱼潭其实很有故事。它从鲤鱼潭水库上面就有史前文化的遗址，哦，不管是网形文化，那一直来到了鲤鱼村这里，又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里，是那个应该是三桂斗文化吧，哦，就是在这边。那过去泰雅族人的猎场，那包含了后来到卡斯族人进来，包含到后来的八仔族进来，到客家族群进来，其实它有很多的故事。那大家可以去包装成这样的文化。那到了目前在地，包含我们讲的那个潘大洲、潘富作，他们还在一直在推的这一个八仔族的过新年，包含了走镖、千田祭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那一起把这些文化面包装，那跟在地的这些农食结合，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农食艺术节。也是那我想问，这样子的话，我们是要由地方上，譬如说是农会或是公所这边来做吗？还是由县府这边可以来辅导在地的农民？还是有什么组织可以协助他们来做呢？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农民嘛。对，我觉得是可以一起协力。那以台湾社区这么多，你会发现以这一次的农委会所推的金牌农村得到前几名的苗栗，当然也得到了两个银牌，包含了我们的大湖的那个江麻园休闲农业区，包含了公馆的黄金小镇休闲农业区。那有另外一个案例，其实是在北埔的南埔社区。那它的资源条件其实跟我们这边也非常的像。那当然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协力，社区做起。那再由我们包括农政单位、观光单位，大家一起来协助推广。好的，好，感谢局长。从我们讲到的，在这边有好的环境，不过农民啊，其实其他的清管协会就会。杜师傅摇摸，村内都有钱摸，这是他们最关心的啊，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要提下省番下去，听说哦有前后村，我可以安心的住在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先来看一段样片，再过来讨论提菜梯，恩用来取供李三聪明。准备要出发喽！从全国唯一的复查路四辆车对新建岔头出发，国道会经过三二三个钟头，新建村、五田坪村、韩沟、村沟三窟窿，就会到位林荫塘村。对面那个山叫做枕头山，日本时代那是战备机场。那这条河叫做景山溪，如果我们翻过这个山，就看到大安溪。对终点林荫国小行业中，阿董银行提女沙村口前唐土人员来讲林荫塘的故。白寨族要佢来苗栗来三面开发，要当多学呢搞这个历史。呢笪地方咩亲戚，看到嘅女沙村桥、枕头山，或者莲塘水库，或者福音站，都亲戚嘅景点，都啲莲塘嘅讲。
普查是阿哥，另一枝头是点心的林潭村特别台上，风景江江江的林潭水库，用今年排土中地基的涌水。林潭水库下的金山海，采集的田丘都是一条河坝的水，一条都是林潭村江江江的风景，相当会对日本来的朋友。很久以前到现在住这里的人，那个 keep this location， 现在做的那个有机乌冬米。非常那个好厉害的味道，自然的，然后对我的那个身体厉害，空气也厉害，然后人也厉害，自然也厉害。早晨的那边，希望同亚大伯有几姊妹同香港农民来分享，古厝同地方合作办理新农教育课程。现在林潭村头摆起农村再生沙期，也将会发展理想创意。他希望提出贡献，才定义二号人民可能农村应用的来发展。农村再生的新的意思是什么？这样的方法最好一定要思考一下，不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以后再回来，然后看看啊，这里是农村厉害，这是真的农村再生的意思。我觉得这样子。沿着林潭村黑水埔口水间，而发展理想创意的乡里沙基。无论林潭村很快应用的人发展，儿童农村运用发展下去，真是轻松有为。理想创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先透过亚总简单的图同大家说给哦。其实讲到理想创意的定义呢，它是一个高山与平原之间有山啊有沙崎，含个农业生态发展出的一个体验。其实呢，就会有所到的就会沙飞含个资源丰富，强化生存的一个理想。那它有一个方式是希望这类用修的利用丰盛的管理的土地，含个资源的资源，希望可以兼顾生物的多样性，然后维护在地的资源，让它可以永续的利用。不过讲的案度，算了，李三聪也嘛刚刚上心，有一道的农民，含个一道的观众朋友都蛮唔够。我这边想要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汤主任。我们讲到这个里山倡议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而且再加上它是从国外传进来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在我们在地台湾来发展呢？还有刚刚农民讲到的，我们在地人，我们要保护生态也很好，可是我们也想要赚钱，我要顾到自己的肚子啊。发展里山倡议跟在地的生活会有什么冲突吗？请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里山倡议啊，是在2010年10月在日本他们是根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啊的艾滋目标里面所定出来的一个新目标。在台湾来讲，水保局、林务局很多单位都在，甚至于内政部的国家公园，他在里面也在希望说里面的居民也有这种里山的这种精神在，所以大家都在摸索。他重点是讲里山，重点是讲的是个地景。各位看，刚刚村长也在讲了，你看鲤鱼社区多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这个就是一个地景，你只要眼睛看得到的，不包括了这个后面的森林，包括了后面的这个稻田，所以还有那边的居民的这个聚落，这些整个整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我们要从里山倡议啊来怎么样把这块推出来。所以我们不是加新的东西进来，里山倡议不是把新的东西带进来，对，而是我们在地就有，在地就有。那你各位想想看，刚刚里长讲我们这边几千年的这个文化，那很多的生态，这个很早就是在这块大地啊孕育在，对不对？那只是说我们后来人来了要一些这个农业的生产来把它开发，那相对的就造成了一些生态的一些减少。那现在呢，里山的倡议就希望我们人跟自然，我们怎么能够和谐共存，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精神。谢谢主任。所以主任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水保局要帮忙，不是我们农政单位要协助，就是我们在地居民要先了解说，那个黑里山倡议，里山倡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那大家有这样的共识之后，才可以在这边好好来推广。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主任，您在隔壁苗栗苑里这边实际就有在做这样子的里山属环境教育中心的一个推广。那我想问一下，就您过去的经验，希望怎么样子可以
给我们在地想要刚起步推广里山倡议的这个鲤鱼社区一些建议呢？现在目前因为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发展，然后大家的一个潮流观念的一个改变，对于比较舒适的生活、便捷的生活的一个追求，导致整个的一个环境有所改变了。那这个环境的一个改变的一个部分，对于我们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其实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单单只是住在这边的这些的野动物们，其实跟我们的人的连结是非常的相关。那所以里山倡议其实是要去再提醒大家这一个点，我们早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能够利用适度的去利用在地的一个资源，然后能够永续的利用这些资源，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生活下去。所以里山倡议它不单单只是在讲自然环境的保育，它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生产地景的一个维护。所以人民必须要顾好巴肚，顾好了顾好肚子，他不单单是说啊，我为了要自然环境的好，我可能这里就全部都不能开发，都不能生产。里山倡议的精神不是这样，所以他希望的其实刚刚讲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处，所以人也是自然的一份子，他也希望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永续的生存下去。谢谢主任。亚洲葵峰烟囱，针对人家李永堂、李永堂村、李永山其中的水工，那个里山倡议有嘛想法都想提出来。哎，亚斌泰国先讲法，系冇？其实我们这边村民也很多自己可以改善的东西。第一就是刚刚他们讲的，我们这个环境，我们以前这些大家都在耕田，都是在烧稻草。那这个稻草，你等一下，你们若走了五点以后，每个人都在烧，这个都是破坏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一直在跟外面的讲，哎呀，我们这个鲤鱼潭多漂亮多漂亮，但是呢，我们鲤鱼潭村的村民还没有那个共识，而且我们政府也很差劲，他们根本对这个环保的问题他们根本不重视。那我们政府呢，到国外去跟这个世界组织签了说，我们也不烧东西，也定了法律，但是呢，我根本没有执行。就是这样子，农民在譬如说燃烧稻草什么，会影响到你们的？对，不是光燃烧稻草，稻草已经慢慢的有稍微改进了，但是一般人像我们上山下，每天都在烧，一大早就在烧，把那个湿湿的那个草就在烧，那一整天就一直放出这些二氧化碳，影响我们地球的暖化。这些问题跟我们这边的村民讲，他们不会相信，但是我们政府也没有什么作为。所以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教育我们所有的村民，那把我们这个鲤鱼村经营的真正的有好山好水还有好空气。好， okay， 谢谢大哥，你请坐。还有乡亲想要针对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里山的部分，可以发表意见的吗？好，这位大姐，有这么好的环境，要怎么样让大家有这个共识，说我要把这个里山的东西在这里可以执行下去？好，这个真的是希望说，政府单位也好，我们在地的那个村长也好啦，还是有各位乡亲都好。希望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式，除了辅导之外，我们要怎么去真正的来执行，我觉得这个希望可以给我们 一些建议，这样就是在地想推动，但是要怎么凝聚这个共识，然后包含要可以多多跟大家推广宣传这个概念，可能还需要一些协助。是不是只有讲说要做，那要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在座也有很多人有这个理念，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另外的因素，他不愿意出来，或是不愿意出来讲话。但是要做就必须要有人，不是只有一个人或是两个人，真的必须要大家有这个向心力才有办法来推行，这样。好，谢谢，请坐。还有乡亲想要针对就是提出意见的吗？好，这位大姐，希望说用友善的耕作方法尽量能够来代替的惯行，但是必须要有诱因，就是说要怎样让能够惯行的方式来转变成友善的功能，那可能就是也是需要公部门的
那个帮忙啊，哈，那最重要其实真的一点就是销售的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希望公部门哈能够帮助我们，谢谢。好，请坐。还有乡亲要提供意见呢、啊，我听说在地也有在推广食农教育这方面，也是跟里山差不多，有乡亲要针对这个，好，请说。那我要讲的是，我们从104年开始就致力在做农食教育的体验活动。我们是希望说有外地的人来能够看到我们这里，把我们这边推出去，不要说连苗栗人听到鲤鱼潭村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食农教育是你们想要继续做下去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责任，不是说靠这个活动来卖米，因为这个活动我们感觉起来没有卖很多东西，因为都是学生，还是说他们来就是想要体验，他们不想带很多东西回去这样子。好，谢谢你，谢谢，请坐。我想请教一下，现在我们鲤鱼潭村啊，现在有发现那个，4000年以前的那个文化遗址嘛？啊，我想说请教哈、啊，相关单位我们要怎么去规划跟那个保存这个啊这方面的那个文化遗址，我们要怎么去？文化遗址这样。好，好，谢谢，谢谢你，请坐。那位大哥也有意见要表达吗？友善耕作其实是必要性的，而且对整个社会。对整个环境来讲是一个正面的，整个环境或是新的发现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是惊喜啦。因为在田里面工作，你可以想象哈、哦，工作到会被那个鳖咬到手，这种东西是一辈子第一次的经验，哈。还有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发现泥鳅，有时候水沟满出来的时候，田里面既然有鲫鱼，啊，泥鳅还有螃蟹那些东西。这中间大概20-30年几乎没有发现过，那经过这5年的努力，慢慢田里面这些生物慢慢的出现，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谢谢。呀哈哦，等下推翻哦，讲一呗。我们国际里山倡议的伙伴的这个团队呢，总共有11个会员，等下推翻，等下全世界呀差不多有230人，超过230个，就是他已经。逐渐的一直在成长。那在我们台湾的例子，除了今天来的水保局、台中分局这边，还有我们林务局啊，还有学术单位，像东华大学、屏东科技大学，还有我们花莲的富里乡农会，还有很多的民间的一些推广友善有机的一些单位，其实都已经加入这个我们的国际里山倡议的伙伴。那在台湾其实林务局跟东华大学他们也有合作推广了一个台湾的里山倡议伙伴的关系网络。那现在呢，其实刚刚就说到在台湾里山倡议已经遍布全台湾了，大家对这个新的想法、新的概念从国外进来的都很有想象。那所以现在呢，总共有70几个单位都在参与了。今天水保局来到这边，就是因为水保局他在去年加入我们刚刚讲到的国际里山的伙伴之后呢，他们在全台湾献出的设备呢，有想力、有能力来推广做里山的沙期。林潭村就是其中一个，亚全台湾他又有设备的。刚刚粉 Q 总统来讲哦，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在增加，可能会增加到30个全台湾。那分局长，刚刚地方居民讲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好了。我们要怎么样在地推广里山倡议，让居民都有共识，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部分除了在协助地方之外，我们还可以办一些座谈或者是社区的培力吗？不过我要提到的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耕作环境其实不是只有卖农产品，环境也可以来卖的，所以 IPSI 就是我们的里山倡议，它就在推动这样的精神。那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说，里山倡议它不是一个标准，它不是只有一个模式，所以在里山倡议的加入了各个会员国里面，它同时要提出这些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啊，就提供说哦，怎么样才是符合2个原则？第一个，社会跟生态之间的和谐的关系；第二个，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伙伴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要当然是人的问题，那生态就是我们土地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生物之间。那伙伴关系就哎，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互利的。刚刚有提到，那我们的友善的耕作里面。我们也很高兴刚刚有农友提到说，我们有20-30年以上的这些生物慢慢又回来了。那这些回来了以后，比如说鳖的部分，那也许
在田里面的这些鳖，会不会以后可以来帮助在我们的生产里面变成一种的品牌？那我们用品牌的区隔化的方式啊，就让我们的特色啊能够产生。刚刚有一位大哥讲嘛，我们在销售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地方的特色的时候，那我们跟惯性农法，我们当然这个生产的农作物就不能去做竞争。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区隔，哎，这个是我们杯里面养大的，或者是这个是我们大观鸠照顾的，或者等等。现在有很多石斛米啦，或者相关等等，在我们的苗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那刚刚我们苗栗县政府当然有提到，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跟很多文化或者是跟很多的活动一起结合的部分，我想这个都是一种相乘的效果。不过最后还是必须要乡亲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我们共同来推动的过程里面，才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加成效果。谢谢，好，谢谢分局长。分局长说的这么多，就是乡亲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认知，在地方上来推。那我想要先请教主任的是，其实刚刚听了很多的农民，他讲了很多，还是希望说，我要在这边推友善，我要这边推里山。不过，我们最终还是要顾到我们的销售通路啊。这个跟我们里山会成为是一个阻碍吗？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透过什么各个部门来协助他们呢？同样一个餐厅，今天在市区里面的，他的把费好1000块钱一份，结果他跑到风景区的，是吧？他那一份呢、啊、就1500块了。他卖景啊，这个风景他可以卖钱啊，对不对？这个就把你有好的品牌，你们的钱自然而然就可以把它提高。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样把旅游把它结合在起来？不是我们农民就不会搞旅游啊，你什么样跟社区有的是做农的，有的可以比如社区的这些社区的那个协会啦，或怎么来协助，怎么样来把这个比如说刚刚鲤鱼社区的，刚刚有这个4000年的文化遗址，哦，这边有很多的一些生态环境，怎么样去把它结合起来，让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他舍不得离开，哦，他就要这些景点啊，他都要能够跑。好，这个景点要跑，那我们的石农教育就出来了。哦，我要把这些我的特色的这个食物啊展现出来。你来观光旅游的，就是要来我这边吃我这个风味餐，我的食又好了。如果有带动了这个呀，自然而然的，这个百姓那个游客来，我们要想办法这样把他留在这里啊。你不是说今天他开个车子从这边过去了，就来看 就看一看就走掉了，看鲤鱼潭水库就走了。啊，那我们就想办法，哎，怎么样子把游客留下来？那我们也有好的住宿，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的一套的这个规划，我是觉得是大家啊要一起来思考。谢谢主任。隔壁的李主任，我们在院里那边也是推石农教育推得很不错，那也可以给一些地方建议吗？那刚刚农民也有讲到说，我们现在环境就是有人会烧稻草，就是有人会做这些，这个会破坏我们的地景，我们能够有什么样子的部门单位先去帮忙吗？就你们的经验可以给他们一些协助吗？刚刚那位大哥他在讲那个烧稻草的一个概念啦，那的确就是早期的一个农夫，他们在其实他某一种程度是也是他的耕种管理之一，因为透过烧稻草部分，现在都有在碳化稻壳嘛，然后做泥土的一个杀菌，那某一种程度也都是这样子。那现在之所以不被允许，是因为污染物太多元了，不单单是来自于稻田的烧稻壳，然后交通工具、工业等等的，所以现在最容易被控制的是什么？就是烧稻壳。所以现在大家把所有的重心放在那边。那另外谈到石农教育的这一块，刚刚的确我们除了政府部门的一个进驻的一个协助之外，在地的一个凝聚力是很强的。我们在院里交埔这边，我们在那边已经6年多的时间，其实在地的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其实一直还没有办法 run 起来的原因，就是它没有凝聚力。所以它的凝聚力来自于靠什么？就是变成是里山署在交埔的在地的一个部分，我们变成是我们去抠。因为社造不是1年2年的事情，如果能够有外部的单位
的组织能够常驻的话，我觉得以鲤鱼潭来讲，它的确鲤鱼潭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可以去发展出来。那我另外要再补充的是，我到底要走旅游观光，还是我只要单纯的去维持我这样的一个生产地景，然后我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我去贩售我的一个安心健康的一个农作物给大家就好。我觉得那个是村民自己本身要去共同去沟通的。我就是我的这个农村的景象我想要怎么样的走，在地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出来，没有标准答案，而是在地的农民要自己有那个想法自己去来，因为不一定旅游就是最好的。如果当在地的一个居民村民没有准备好观光旅客就进来的话，其实搞不好你们的在地的环境是被破坏，往负面去走的，不一定是往正面去走的。刚刚两位主任也有讲到，我们农村鲤鱼潭村这边不是只有稻米可以卖，我们的地景可不可以卖，我们在地的文化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色？我们先透过影片再过来看。还有嘛，秋啦，便便朋友天天向你欣赏台上的功效，就算林潭村的客家庄，因在那天苗栗和台中各地的素材，可能就功效的环境，故作好搞，特别充实，无疑搞好。这条美丽的溪呢，是多罗故溪。多罗故溪在八仔族的人们语词中是形容渔场很丰富。螃蟹狗呢，它是族人专门来抓那个螃蟹的，它是用竹子做的。这个作品详细也同安陆同学小姐蔡婷艺术家替云通平顺风白的表吧，也白的是祖上八寨村人替林潭村成份的亲戚，就会印证八寨村同蔡婷的发展有动车的关系。如果能够把过去八寨族的一个生活很清楚的，然后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做一个呈现，那其实事实上来到这边的人就是可以一目了然知道啊，八仔就在鲤鱼，而且可以非常明白的知道八仔的文化。当年呢，这一年天一早礼拜六，给出来亚大会参加个公演的发通，将来都要创天，我都组文学生来参加亚个家头会，给头发通，让新人呢哈，好好的认识亚个八仔族的所有的一切。个龙家人民，佮感情对。对来啦吼，塔国怕啦，树怕啦吼，大陆出啦，新疆啊八大树是无钢铁，客家人来种钢铁，我哋做铁就福建钢铁啦咧，哎，我以前八种咧，做大陆个啦，啲山峰大叶啦吼，好把种啊，就生翻都要去。上年八寨族的总比彭太祖，伊在地收割八寨族祖上种的毛竹耕种用的假斧头，现在同汉人用法成分，古早出在八寨族耳、发耳、葫芦花，还有讲八地位合法。也个讲咧八寨个生活方式咧，就咧对客家人、葫芦人、泰族人都强化咧，尤其个八寨个种咧变客家文化咧，有一重要一密切的关系。当年十二月底，三年八寨村公演的夜宴，做得讲黑沙旗通言乡下来参加，唔但将台北菜市独用的出品，参加去展演出菜市八项好文化，融合乡下生活的气氛。看那阵的鸦片，加紧讲，鸦片有按好的条件的发展观光，鸦片有 Q 三线的复查路，韩国呢提生态的部分，有太家要去看林荫潭水库咩？韩国也好，苗栗县政府要提亚区讲 Real Bike 复查路私档查，提全的还唯一的哟。太家的有复查路私档查，有的有 Q 三线，不过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联想到，其实它的终点站就在安尼离影过少，淡风这片有一个站，韩国呢对这站喊出来，就把很多安尼绿沙船桥这片，我设计有去坐过一百 real bike， 我就提到讲，一百 real bike 经过诶才三米钟头，一三米钟头有申请五天票，韩国今日来到六岸蔬菜，就系离影潭村，不过离影潭村它的能见度有。不敌另外两个村落吗？等一下我们要再请局长，我们好好来说。不过我想说，亚韩黑同公发机会高本建厂啊，针对安尼林潭汉白发展，无论黑里山创业部分，亚黑文化观光，韩国家两批主义共斗，我们可以推石农教育吗？我们可以在代地推观光吗？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再提出来，请举手让我看到。好，大哥你请说。
苗栗县政府有推一个登山步道，哦，从鲤鱼潭村到龙腾断桥，在呢最里面呢有内社川铁桥，内社川铁桥下面呢再往内100公尺，就是那红色烟囱，它有一个三桂坑遗址，也就是刚刚你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史前文物的这个东西，啊，那我想说，既然我们鲤鱼潭村有那么多好的风景，不知道各级长官，你们可不可以好好帮我们规划，让我们不单是农业，也具备了观光，好不好？好，请坐。还有乡亲要表达意见的无？请卡住，那边乡亲。经过大家刚刚讨论了几集，这位长官讲那么多哦，就是我们鲤鱼潭三义乡是一个观光小镇，那鲤鱼潭又有好山好水，是不是？请我们这些长官来帮我们规划，让我们鲤鱼潭能怎么样把它行销出去，不只让台湾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鲤鱼潭有这个好山好水，好，哦，谢谢。好，谢谢你，请坐。还有相关的乡亲想要针对文化也好，或是在地的族群发表意见的吗？台湾千古老的两大遗址，一直是台东的长滨遗址，好，哦，听也就是。就是那个台东的长滨遗址，另外一个就是人家北埔的新开个的网形遗址、庙遗址，要北埔青罗的台湾青罗两座史前文化遗址两座，尤其人家个庙形遗址，还讲那个八公两个三块孔，啊结合起来时间，边都讲人家北埔青古罗的个遗址，好，加上个人家个纯产的独个东西哦，打算用李山个做个嗰个品牌做个保证哦，李山工业所生产的稻米谷哈，他讲哎个精英之呢，也个李山个个可能个出手可较有说服力啦。曼山，曼山个东西打落去啊，他啥物曼山全世界咋，曼山那啥物国际曼山安尼名都大，所以他个做了啥物了？人家个做很多利用李山国际李山工业。来配合人家的农产品，做个 mark， 就安尼保证样的吼，安尼是最有说服力，比如讲亚洲安好的东西，吼，给安尼来推广。好，多谢，谢谢高总，还有熊，请问有什么意见的吗？好，我个人觉得说，我们在跟很多人推广说啊，我们在地有多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记得跟我们自己孩子提起？好，我们要跟我们自己的孩子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皮肤，甚至我们真的在稻田里面真的看过泥鳅，或者是除了我们鲤鱼国小的孩子，那我们三义乡其他的孩子知不知道我们三义还有一个鲤鱼潭村？那我们鲤鱼潭村到底有多么有漂亮，多么漂亮，多么美，甚至知道这一条溪叫多罗故溪吗？知道有八仔族这个族群吗？或许我们很努力在卖，要推广，要在卖我们整个鲤鱼潭村，知道想要用各种管道跟各种方式，介绍我们鲤鱼潭村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孩子知不知道？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可以留在三义吗？我可以留在鲤鱼潭吗？还是我急着要出去，我要到世界去看看？可是我不晓得我的在地有多么美跟多么好。所以呢，在我们这一块里面，我知道大家都是每一个区块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拼图。那我个人觉得，教育孩子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传承文化，传承在地的小孩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家乡有多么的美好，我们有哪些文化特色。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立即可以做到，而且马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好，好像我们之前讲的非常非常的遥远，可是我们现在立即可以做到什么？就是这个。谢谢，感谢您，请坐。我想在请教局长之前，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在地三义乡公所农业科的科长哈，你提公所案件的提咩东料嘅林潭村鸦片，倘若按道位向前，你对鸦片有冇个想法要提出呢？哦，因为喺三义喺按中央嘅国场，农村比较丰富嘅地方，唔可以铁，唔可以神像嘅把个小汉农场。一小汉农场，点解唔将人家种水泥啊？对哦，你去讲讲农场方式，像嘢黑来拆。来采果，一采果噶哈，可以开国家来讲，农民当然嘞，消费者嚟讲，当好啊嚟讲，边采果边食边拿吼，咁样覆盖一批嘅家私量，比家私同埋，也都铁属于。听伊家讲讲，哎，一十二栋有名啊，你看村庄加加片都点咩？沙锅鱼头搞到点咩？一沙锅鱼头即系农事呢种防范吼，一可以教育佢反映，按点样嚟先从国体讲，十二强嘅领导台面上沙锅鱼头，吼，头摆做以为芝麻地下剥落下嚟，汤唔多，一档大上，有啲潭水库啊。你上面水库其实有冇个来佛衣山寺，有咩好科技安做啊？可以来做哈。哦，第三就讲慢食，慢食就利用农产品来做慢食哈。也就
农事的做法哈，来带动一下三种方法，带动一下跟呢一下领他们农业的发展咯。当有机会，各样一下领他们来讲哈，哎呀，都领他喺重要的一个地方，讲台市三线高速公路都要附近的通过。但是呢，当空需要个唐都讲，因为大天话的公司人们讲，给哎呀个天空之城了哈，都领他某个地方啊，唐都都两心里两台的，根本都系领他村，很多太富强。党大上，平人都利用人林潭来发展，人其他无利用到人其他地方来发展咯，是否可惜哦？我所讲哦，要努力的，当然个政府哈，政府也好，哎呀，民众也好，农民也好，客家的结合，共同努力哈，对人家林潭村的农村发展哈，对人家立山倡议哈，是他的他多几个目的哈，要做人享受也好，地方民众也好，最睇人哋希望，最睇建议哈，以上报告安之些哈。多谢柯总哦，局长。大家说到 Real Bike 在这边，我们怎么让那些游客走进来？我们现在在试营运嘛，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愿景或是调整，可以给在地乡亲一些可以看得到前景的那个感？好，在百转千回、峰回路转后，又绕回来观光了哈。那我刚刚觉得那个里山署李主任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哈，就说。这个地方要发展里山，还是一定要里山兼顾着观光。当然，每个人都想通通都有啊。但有时候观光未必会保有你原本的里山样貌，这是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旧山县其实非常好的资源、啊，然后那全长不管我们讲 15.9 公里或者21公里，到了丰原的北信号站，那最漂亮最美的资源其实。也确实是在鲤鱼潭村，这样当然也得罪了那个龙腾村跟那个盛兴村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你从龙腾断桥、铁桥一过来，进了3456号隧道连续隧道群，甚至于我们到现在其实是第一阶段的营运，也不能说终点就是在6号隧道，是因为目前到目前对我们的这个计划还没有过。这一个内社川桥也还没有过7号隧道，没有过台中的这一个县市交界的这个大安溪铁桥、花亮钢桥。但是我想未来它是指日可待，是会通的。哦，那目前先到6号隧道，那以6号隧道目前就是做一个小路径连接到这个县道这边。那当然未来可不可行，这里再做一个临时的站点。让游客可以走下来，让游客可以走下来，但是因为这个点距离鲤鱼潭村又有一点距离了哈，这真的是要再来讨论。那未来在我们在鱼藤坪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农食馆哦，那或者有一个游客中心，我想会一定会把鲤鱼潭村的所有的这些资源、农特产品，也都是往这边来做这个展示跟销售。我想这是一定的。未来，我想农会在这边就是有一个慢食馆，他们也一定会在这边把在地的这些农特产品做展售。至于如何把游客带进来，游客是不是各位一定是想要的？这一定要从长计议啊！我一直觉得是执行者是谁。执行者的团队是谁，必须先想好，我们才来去讨论。因为我们不能说，哎，别的村落都有这样的观光客在那边骑脚踏车，我们也要有人这样来骑。但是万一来经营脚踏车租赁的都不是在地人、在地的居民，那你们需要吗？你们一出来看到的都是很多的这样的塞车，或者是外来的车子，但是对，如果对在地是没有造成像刚刚所讲的新购八斗。好、哦，那如果是没有造成我们的生计，那我们需要吗？那所以，我还是觉得要回归到这一个点，回归原点，就是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那我们的执行单位是谁？好，那我又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局长哦。其实对演艺圈是讲到彩天农村，讲到亲密，大家很去想讲，尤其非本行较容易的认识，因为李营潭村嘛，认真一搭要有暗号位，好山好水，行过田间的环境。不过这里下很去希望哦，我吹讲李山村也好，我吹讲新农高也好，我发展彩天的沙区文化公共也好，就会彩天居民爱先有共识，安样个来发展因的乡亲。向外发展 NSRK， 找到自己社区发展的动力，符合每个居民的需求，
让我们的生活跟这块土地做在运修的发展下去。阿兄也咪去离散创意，我提安尼农村，安尼生态当中，可是来做到一个农村优惠点。以上就是安尼村民台飞，感谢乡亲的收看，下礼拜你要记得准时收看。